南韩天团 Big Bang 四月推出新歌 Still Life， 歌曲二十四小时内就冲上南韩最大音乐平台冠军，粉丝也很期待四人能再度合体。不过粉丝发现成员之一的太阳二十六日无预警删光 IG 贴文，大头贴也改成全黑色，引起歌迷担心太阳状况。而太阳老婆闵孝琳 IG 一切正常，也有网友转向闵孝琳询问原因，但并未获得回应。不过也有粉丝猜想，或许清空 IG 是表示重新出发，为回归做准备。恰巧 Big Bang 队长 GD 昨天贴出三年前刚退伍时的照片，粉丝也解读成是在暗示重新出发，更加相信 Big Bang 回归有望，甚至不排除是发表新歌前兆。而目前所属经纪公司 YG 娱乐尚未对此做出回应。